没事了，我们处理好了。刚刚打电话给那个通报的人，他说他们的那个有一只绿鬣蜥很大只，然后现在在 Seven 的门口有传照片回来，大概像这个样子。然后说这个绿鬣蜥都不害怕人，然后就在 Seven 前面晒太阳，这个非常好笑。就是大部分的蜥蜴看到人会跑，然后他没有跑，那再来就是他好像断手，他的右手断掉了。然后他的这个裂啊，下巴这个裂也是有蛮多的残缺的，感觉是一只老奶奶这样子。然后大部分我们其实要通报都会出现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通报有，然后过去就不见了，基本上都是会请民众帮我们先抓住或困住，所以比较少出现就是活生生的在那边一直到我们去都还在的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，然后先看状况是怎么样。啊，听说就是在晒太阳就不怕人这样，我还是蛮有趣的啦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时间是不等人的。还在吗？啊，不等来了。哎，月经一品。有。很凶吗？不会。还好哦。他刚刚走过来啊、哦，他尾巴会甩啊、哦。哎呦，这会攻击的哦。你看猴山。对。我要连着猴山一起进去啊。先套红进去，再套快尿。好了，来来，慢慢。我想你就照我们刚刚讲的。OK。轻轻的就好。它甩啊，它会甩。Hello。哦。上啊。哦。刚好。好。尾巴抓着，嘴巴先来。它这只手断掉了。对啊。欸、很凶哎、欸！嗯，很凶啊！大狮子都会甩尾巴。大人也有后脚先，后脚先。后脚先，先从这个位置。啊，鸡品可以收了。对啊，来这边。嗯。赛狮很大，超过一公尺。哇塞！哦，天哪！哇靠，这太大了吧！政府规定要，一定要这样捆绑。我靠！这个身高多少？1.17。我一七八。看你拿着，1.78。身高多少？我拿着，差170的吧？差不多。160，170。比你高呀？170，170。170。哎，抱看看。我看看就好。好好，我这边比较不会。顺着摸。对。顺着摸。顺着摸。他是不是很久没有吃了？欸，他这边都不见了、欸。对，都是受伤打架的。打架啊。嗯。哦，这现在就用哎、欸，它是网哎、欸。哎呀、啊，它是打在那个网。所以这是你们交通部的最大。在台南的话，应该算哦、喔。对。哇，在台南很久没有抓那么大的活的。对。这个都打到，都打到，哇，这还是被狗咬的、啊。哪里？刚刚有一只黑狗有盯着它。这可能是有可能哦，它可能是被狗咬的。狗的牙齿，狗的牙齿才会那么大的洞啊。对啊，正电之前，这是被应该是被狗咬穿，然后这个应该是被狗咬过的。你看红眼睛的，对，它眼睛是红色的。嗯，还有，所以它应该还有红裂的血统。被狗咬完之后活下来的。对，好强哦！打架，打架。我等下来看看它怎么来这边的。哦，有监视器啊，我有监视器啊。好，来看看它怎么来这边的。你应该让企业照出来，也不要乖呀。应该在对面的。你是 Seven 的老板吗？对。那你有通报好几次了？对，他通报好多次。我们之前就有来找过他。他从后面走出来的。后面有。我不知道，我还在那里在看，在看。我看他从哪里出来的。没事了，我们处理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上门的今天好点，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好点，污染吗？污染。今天泡的这么自然，有看待。对啊。我都一直在翻。哦，超大！我看这很大哎。哈哈哈哈哈！超大啊！这个腮帮子都有什么？就是他们公的都会有腮帮子，要保护脖子的。啊，这个这边被狗咬过的，被狗咬到肿起来，对不对？没，它原本就长这样啊。谢谢。你扣。OK。这个回去要怎么样？就先放着吧。放那个毛巾那边。对啊。
先看它会怎么发。它其实蛮乖的，蛮有。养一个两只，对，比较乖呀。这应该是野生的啦。野生的好像乖一些。是野生的。家没有被叫。放开啊！我们放的是。因为它大啊，它不怕人啊，它觉得它很屌。它没有被攻，没有被人攻击过，它不太会怕人。但是不能抓死。有发现它来了吗？不，我请到他，你要等我。好啊。想看啊。他想要知道他多长。那我打电话叫人家做，不然让我危险啊。172。162。162。162。怎么可能？这看起来170了吧？他一七八哎。对啊，两米八。嗯，里面有尺吗？有吗？有啊。哦，他从那边过来的，有拍。可是我去年看到是比较绿色的，我不确定是什么鱼。哦。不然就他长大了。从这边过来。监视器显示。哇，好快啊！他冲出来，好笑哦！对啊，看到车子又往前跑，冲出来，然后又转进来，然后看到车子啊，他又跑进来，他跑很快，对，他跑很快啊，对啊，他跑很快，对啊，快甩吧，应该是后面来啊。所以他跑到后面躲就对了。没有，他在那边躲一年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去年就看到他在我屋顶了，我爬上去看了，然后我觉得他有点不像，因为上次那只是比较绿色的，这一块地是谁？所以应该不止一只。应该不止，因为后面是整个大森林。哦。他肚子这么大是狼还是？没有，是公的。公的。公的哦。他应该是就是有吃东西吃饱吧。所以表示这边住的很舒服。对对对，就抱着他回去。对啊，就抱着他回去啊。对啊，撤退。对，装看看了。抱着手很酸，你看很重哎。鸭子嘞？没带，没带。鸭子不见很久了，鸭子骑的时候掉了。基本上哈、哦，目测这一只173公分。哦，看一下，但是它掉了。好了，你拉直。167而已。没有。知道吗？167，167公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他这只哦，他你看他身上的伤痕，包含这里，他头部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被狗咬的，被狗咬了，所以说这里全部他的脸原本是这么漂亮，这边都已经被咬痕这样子。那再接着，你为什么会评估说他是被狗攻击过的？就是说，你看那裂是裂开的，他的喉上是裂开的，那喉上基本上这个一定是被扯断的。那扯断，那怎么去评估说他是不是被扯断？因为他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个洞。很明显的狗的牙齿，看这里的洞有没有？这里是个洞，那这个洞呢？这皮肤是连接起来的，所以这一个就是被狗咬过的痕迹。那再来我们再看，为什么它是被攻击？除了这个地方被已经被咬到破碎不堪，就是它的这个这里，这个保护脖子这个地方呢，也有被咬的痕迹，有没有？这里一边不然能看到，还有这边的裂。全部都不见了，对，后面的裂应该都是被咬，而且看它的攻击性很强，所以说呢，以这一只蜥蜴来讲，它应该是在可能前阵子吧，经过这样惨烈的战斗之后呢，在野狗的攻击之下活下来，所以在一个这么样辛苦的过程呢，被我们这样抓到，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辛苦你了啊，为什么？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